Vicky's friend family, parents, teachers, students, and all our guests. It is my privilege on behalf of Vicky's friend Sendrian Pahat to welcome you all today. We are delighted to have you to participate in our second Kiddos Recognition. 非常兴奋，非常期待，所有的成员每天的努力，努力再努力，等的就是今天的这一刻，迎托2019表扬大会，我们待会见。 昨天的努力造就你今天的成绩，恭喜所有荣誉榜的得奖者 ！V School Kiddos 表扬大会，我们正式开始。 我就係 Vicky's friend 人明星代言人陳浩然，Jeffy。為什麼你要用這個 program？ 因為 Jeff 陳浩然相信他很好，除了網上學習，還可以有親子的關係，學要向誰學，向很多很成功的企業家學。 我喜欢 V School 的 English Video Exercise Science Writing Exercise， 我的国语理解和华语造句有进步。图画词典，因为我每天都有机会读到国文、华文和英文的造句，因为 V School 科学里的笔记。 能让我更加明白，让我的科学突飞猛进。我答对答案过，还会那种讲话功能啊，就让我有信心做下去哦。喜欢 V School 的题目有挑战性，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还有喜欢它的 批改系统，可以自动帮我们 批改， 然后知道自己的分数。华语、国语、英语、历史都进步。我使用了 V School 圈接近2年，我成绩大有进步。 把对的系统，把对的文化，代代的教下去，是公司坚持的理念。成功离不开知识，知识离不开不断的学习，把 V Kids Trend V School Trend 成为行业的领导者。
么了。只要你敢拼、敢梦、敢做，那这个舞台就是你的了。我很相信 Vicky Strength， 我真的很爱 Vicky Strength， 因为呢，他真的改变了我的人生。我一定要在这里找到我的人生的转捩点，所以呢，我加入了 V School， 我发现到这就是我人生的转捩点。我相信公司会做到最好，每一个 Porter 我们麦都会帮到一个学生做一个决定 ，continue to love。这个平台可以给你你要的一个梦想实现，不管多大都可以。听话照做就是最大的赢家，天时地利人和刚刚好，我抓到那个 timing， 抓到那个平台。现在的孩子用更好的方式去读书，同时又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平台发展成为非平凡的人。我们不能改变我们的出身，但是我们可以设计我们的人生。能赢到这个奖项的冠军呢，其实是凭着一分的励志、一分的坚持跟一分的豁出去的态度。一个人成功是好的开始，团队成功的时候呢，才叫做真正的成功。我很喜欢 Vicky Chan，因为他是爱的家园，我看到我们团队真的成长，我很感触。他们上台拿奖，每一个人心在一起，努力把 Vicky Strength 这么棒的 program 传出去。我今天能够成功的站在这里，也是因为我相信，从来没有退缩，从来没有后退，非常棒的平台，非常棒的产品，要创造更多更多不平凡的团队，为大家带来更多不平凡的人生。我们看到的都是一样的结果，就是每一个人呢都是非常的出色，每一个人呢都做得非常的棒。虽然你们的背景不一样，但是呢大家都是在这个平台成长。